OK， 现在我和香米已经到达这个兰高威的这个海域。啊，由于我忘记开场白，所以呢，我在这边做一个开场白。Hello， 大家，我是贝格尼耶。Are you OK for the today, everyone? OK 哇。哇，外面够吵哦。由于这个影片不够长，所以我要 hit 那个分钟嘛，我要 hit 那个分钟，我才可以赚到钱嘛，所以我给你们 enjoy 那个歌先啦、啊，听一下歌啊，各位来。给你们看我们玩什么了？很多美女，你看，你看都没有比基尼，他骗我，给你。说，什么不要露？他买了这样多，结果他没有穿。哎，第一次跟我女朋友出去旅行，开心吗？怎么你一定要关注你的身材？你这样有身材。OK 吗 ？OK。这个绑一边辫子，不绑一边是什么概念？这个是2020年最新的潮流。哇，有命人像周杰伦呢！人家被屌，人家被给他屌，一点都不像啊！他们讲。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兰高威的海边，看，你们看，哇，几漂亮 ！OK 吗？杰森阿 K。哇，看你们已经准备好武装了，准备好了哈。啊！他什么？你要在海边钓鱼？啊，麻将。OK， 等一下嘞，我们就给你们看我们玩 jet ski。OK。Right, now I will show you how the way we travel. This is for the safety. Yeah? Okay. So actually, we will separate you guys into two smaller groups. So each group will have 5 jet ski. So for your safety, so we have to use a V formation, or we call arrowhead formation. Okay. So this will be the guide. All right. I need 3 jet ski on left side and 2 jet ski on right side. Okay. All right. 三个 yeah. 三个 jet ski 这边两个 All right. Always and, keep 啊、Always keep 不可以超越 And your distance between each other is like 7 to 10 meters 7 to 10 meters Yeah OK 所以他们是在讲解那个路线 And also your jet ski here will create a wake pattern behind 浪在后面 All right.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岛了就是这边你看对你看哦、我们五辆 jet ski 在这边等待。这个是我们很好的导游，带我们这边讲话。你看啊 ，Hello， 你们听到吗 ？Yeah， 然后现在我们休息一天，然后拍个照这样子。OK， 现在呢他们在对面 ，Hello。Yeah，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Yeah，Jump。One, two, woo! Good! 你看，就是这么爽，兰高威一定要来啊！要住的话就是住 Aero 酒店 ，Yeah! OK， 各位，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岛，然后我们现在熟悉 jet ski 全部在那边，然后等下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玩 ，Yeah! 这边也谈，要小便的是小便。来，阿 K 跟杰森有话要宣布。OK， 就看到你们这样，哎，我要讲吗？等一下，这样容易生活，所以就奖励你们这个小惊喜， okay. 就是带你们一起上游艇玩。包游艇就是还有 unlimited 的正能量水。哇！
等下又给你知道什么是正能量。哦，所以是什么？就是上面有。有正能量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去游艇，所以我现在很想要带团团去拍照。然后这个游艇呢是有包吃，然后是价值十多千的。哇！你们要尽情享受一下啦，啊，就尽情享受一下啦。谢谢谢谢阿 K 先生，老板娘老板娘嘿，老板娘老板娘嘿嘿，来全体鞠躬，五三，谢谢。这个阿 K 跟 Jason 赞助我们这个游艇，让我们在朗格威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好好的玩，耶、yeah ！你看 ，OK，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边，呀、yeah ，整个游艇都是阿 K 跟 Jason 包的，谢谢， yeah, 谢谢，谢谢。以后我们会叫多多朋友来朗格威找些圣感。我们要住这里。很漂亮。耶、yeah。啊。你可以退空吗？可以，再过一点。好、啊。你下来。这边啊？这边啊？可以可以。这边啊？来来。对。来呀、啊、，K！ 等一下，我哭一下。等一下，这个游艇有这个房间，真的是十一倍的爽哇！感谢阿 K 先生，你看这个小兵，哎，很硬啊，哎，对，老公哎，身壮啊，身壮哦，啊，沙地沙地。Welcome to the Langkawi. Yeah, Langkawi is the best. We eat food. Food. Ah, Langkawi best.好了，所以我们差不多要开始玩了啦，所以我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 分享还有 share， 记得不要忘记打开你的小铃铛，还有不要忘记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魅力冲击会。所以我在空间出影片，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Bagny 耶、yeah! OK， 现在呢，一转眼我的 YouTube 又要到达 200K 了啦。OK， 这样我的 YouTube 到达 200K 的话，这样子我就会选出三位幸运儿，送出三个奖品。耶、yeah! ！什么奖品？就是两个 G-Shock 还有一双鞋。你们要怎样拿到这三个奖品呢？就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 follow UNDG 的 IG， 还有我的 IG，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你的小铃铛，这样子你们就有机会参加我 YouTube 频道 200K 的 giveaway 活动，这样子你们就有机会可以赢到很帅的这一个 UNDG 手表。大家还等什么？赶快去 follow！ 到我 200K 的时候，我将会在 IG posting 多处 giveaway 的活动，所以到时候我 po 出来的时候，你们记得一定要留意，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留言 Benny 200K 啦，就短短的那个字，然后我会随意的抽到三位幸运儿，就是你的那个三个奖品。 OK，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迎接 200K 的到来啦，呼呼。